六课常用句。一时浪向倒蛮难讲的。我有眼假梦想，吃烟不消。我一家头躺得牢伐？价钿侪蛮结棍的。看了侬面浪。阿拉现在的市面做了蛮大的，我想辣辣浦东开一爿分公司，侬看派啥人去？搿一事浪向蛮难讲的。老王人稳笃笃的，侬看哪能？稳倒是稳，不过有眼毛削削。葛末需要丁投资活络，派伊去好伐？小丁太活络了，就是怕伊出内务。我有眼假梦想。剩下来只有老吴、老张搭子小李了。小李是大江湖朋友，开起大心来吃不消。老张嘛，门槛太紧，不大牢靠。老吴要辣辣这里撑门面，走不开。那么只好侬亲自上马喽。王伟，等一些吴经理来了，侬答应谈，我不出面了。特别生意尽量谈下来。我一家头躺得了吧？十八来，笃定。搿趟报价单上两只价钿侪蛮结棍嘛。现在外头是啥行情，侬拎得清伐？侬勿要摆噱头了，侬拿我当冲头仔啊？门槛介低，估计迭只价钿总归盘勿拢，多少要打点折头。好，看了侬吴经理的面浪，就他声浪。词语对照，字面，局面，一时浪向，短时间，温笃笃，沉着镇静，有眼，有点儿，莫学学，矮板，投资活络，头脑灵活，出来无马虎，不负责，假梦想，不感兴趣，倒江湖，瞎混，敷衍塞责，胖不拢，差距大，开大心，敷衍蒙人，门槛，取巧的手段，不牢靠，靠不住，擦门面，主持工作，得堂，这次，拎得清，懂，折头，折扣，把噱头耍花招，再冲头赚傻瓜的钱，吃药，哄骗，厚实，
东西。发欲望，值得。听瓜，质量好。米浪，僧浪，面上，身上。扩充词语，质量，优惠，销售，推销，现金，支票，周转，头寸，资金，本地，利润，税头，日本，薄利多销。